你无不无聊。你这月子餐白吃了呀，没胖啊？我是最近产后恢复中，好吧？你早半个月见我。但真的，我朋友啊，所有的当爸爸的，做完月子之后呢，都是爸爸胖，妈妈胖啊，我胖了十斤。不是那个月子餐特别好吃，然后他每天下午还有甜品，晚上有夜宵。